花小剧场。哎呀呀，大海表弟，我特有毒鹰啊！蒙蓝表哥，这日子没法过了，我要抗议，我要罢工，哼哼。你不是刚刚荣升为北洞保安副队长，还喜提了谷谷大爷的两室一厅，还有啥不满意的？我对北洞的这次熊市调整12分的不满意。你又是升官又是分房都不满意，我大毛毛儿毛都没捞到，我又跟谁说理去啊？狗屁升官，明面上是保安队副队长，实际上就是给蒙二那个臭小子端茶递水的。他天天对我发号施令，脏活累活都是我干。原先我还能靠编个鸡笼子卖卖赚点外快，现在好了，别说鸡笼子了，就是编蛐蛐笼都没时间了。好赖你还分了个大 house 啊，你看我堂堂西直门三太子，7年了还住这么个老破小，不比你惨啊？说起这个房子我更生气，360度无死角被围观，一点点私雄空间都没有，你都不知道我现在连洗澡都要穿个裤衩子，没自尊的日子谁懂啊？我说大海表弟，你可千万别想不开啊，日子依旧滚烫，活下去才有希望啊。滚烫个屁，我现在的心哇凉哇凉的，你是这里的家生子，是嫡出，哪里会懂得我庶出的心情？正所谓嫡庶有别，就因为这个，蒙老二可着劲儿的欺负我，他还说啥了？他还说让我刻苦锻炼自己的牙口，随时准备咬梁教授的大腿，要我把谷大爷的优良传统继续发扬光大。可是我胖大海只想做一枚安安静静、人畜无害的美男子，平时连花花草草都舍不得伤害，岂能如此残忍啊？大海表弟，其实我大妈妈也是苦中作乐啊，想我英俊潇洒、风流倜傥。结果却是两个对象都没有，被动总共就6个女熊，抛开姥姥母后大人就是表姐和妹妹，只有一个小白天，还是狼多羊少，又对我爱答不理的，这日子苦啊，比黄花菜都苦啊。蒙蓝表哥，再这么下去，你我的熊生别说希望了，绝望还差不多。大海表弟，在我的脑海里一直藏着一个危险的想法，不知你是否愿闻其详啊？你快说，我胖大海洗耳恭听。你且再忍耐几日，过几天就是除夕了，到了那天奶爸们都忙着过年，肯定疏于防范，你又是保安队副队长，你懂的，嘿嘿嘿，咱俩就趁着月黑风高偷偷逃回斧头山，一熊买一个小山头，从此以后占山为王，每熊左拥右抱，夜夜笙歌，岂不比北洞快活逍遥？什么事业编，让他见鬼去吧。太好了太好了，我早就等着这天了，为了这一天，我胖大海愿意卧薪尝胆，忍辱负重，那我现在就做准备去了，拜拜。嘿嘿嘿，我大妈儿的春天就要来了，走熊，立马走熊，打包走熊，北洞再见，哎呀呀，不对，是再也不见，嘿嘿。